们又来滑雪了，又来湖上滑雪。因为湖上今天有一个活动叫做 Aurinkolaskun， 就是说阳光下滑雪的活动，我们就来参加了。可是都没有看到人啊，因为重点是来运动，不是要跟其他人一起滑，所以没关系。然后刚刚从那里开始滑，那是大画家 Pekka Halonen 他以前的故居。我们从他家前面的滑过来，然后这里看到湖边住的这些人家，住这个地点实在太好了。然后我们的目标是现在继续往前滑，一直往前滑，滑到一半的时候我们要转弯到左边的一个庄园。有，我现在叫你，你开始往前滑吧。嗨，好，你滑一滑，我就不录了哈。现在开始啊，雷西滑。你是在跑步吧？你好好滑好不好？